年前，总统陈水扁胜选经典歌曲，赖清德姐姐妹妹们一同温馨高歌。屏东新的姐妹会前任、现任县长潘孟安、周春米联手拉台，赖清德一时间瞬间成了师奶杀手。我现在面是红起起嘞，这个板子我看的都很感动哈。除了美德赢台湾，还有写我爱赖清德。有姐妹们的支持还不够，赖清德更刻意点名对手侯友宜、柯文哲，不要闪躲，请接招。昨天晚上我也请教侯市长、柯主席啊，你们接受九二共识，一个中国原则，处处批判台湾，配合中国，中国就给予台湾和平吗？你真的愿意把2350万条的宝贵生命寄托在侵略者的善意吗？他们也没有回答我，我相信他们也没有能力回答我。赖清德捍卫台海主权底线，理性依旧战胜感性。镜新闻谢贤蔡晨佑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